我们接着来看一个比较短短的让大家有点回味的一段影片。这个影片呢是 Andrea Bocelli 他到美国去，他发了一个片子啊，叫做一个唱片光碟叫 Passion。 那么 Passion 呢里头大概是 Portofino Loving Portofino Champagne， 非常多好听的歌曲。在美国宣传期间呢，特别节目里头请来了 Jennifer Lopez 两个人跟他一起合唱，非常的好听。Andrea Bocelli 和 Jennifer Lopez 合作的新唱片发行快一年了，依然好评如潮。两人在美国演唱经典的电影情歌，也许迷倒美国观众。像 Andrea Bocelli 说的，曲子和嗓子美得像炙热爱情的甜蜜折磨。看周五的美国数字啊，周五的美国股市呢，道琼指数涨了61.07 ，Nasdaq 指数涨了14.40 ，S&P 指数值得注意是来到1759.77，涨了7.70点，涨幅0.44%。总计一整周呢，道琼指数涨幅1.11%。S&P 呢，1759.77创下十年来最大的，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。某个程度来说呢，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来自于美国科技的发展及几个科技股价再创新高，也就是微软啊。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美元，欧元对美元、日元跟美元之间所有的关系呢，都在本周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。因为美债闹剧呢，美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欧元对美元本周升值到了1.3804，对欧洲来讲，这样一个价位的这样一个汇率是太高了。这么高的汇率对于
欧债问题其实是相当的不好的，非常高的一个汇率。那么最近虽然西班牙宣布他们终于走出了衰退，但是对于欧洲市场来讲，他们都希望美元能够恢复比较高一点的价位。那么在日元的部分也重创了日本的出口，日元呢升值，本周升值了0.36%，美元对日元呢来到了1:97.40的价位，人民币也在逐创下了新高。那么这并不是哪一个单一货币的现象，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元本身成了美债闹剧最大的受害者。国际黄金的价格也在美债的闹剧里头本周升值2.88%，来到了一盎司1352.50的价位。我们待会回到目前世界财经周报。